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Ella， 今天我来偷偷的突袭玉林哥。听说他刚刚拍完广告，现在正在休息呢。听工作人员说他好像很不爽，我等下讲话可能要小心一点哦。往那边走。嗨，玉林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小 Ella。哎，你怎么也拿这一支麦克风啊？对啊，这个麦克风很厉害哦。厉害在哪里？它有专业波罗级的双喇叭技术，它有环绕音效，它可以连手机啊、电脑啊、平板都可以连蓝牙直接使用哦。这么厉害啊，连蓝牙啊，我们那个音乐就蓝牙连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唱歌，变卡拉 OK 了。对啊，这么好，为什么我都知道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因为刚刚那个在拍摄的空档当中，我就已经玩过了。超级厉害，超级厉害！我跟你讲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强大的麦克风。真的、哦，既然这个麦克风这么厉害的话，我们现在来合唱那个周董的《告白气球》好不好？告白气球排行榜第一名。对，可惜我歌词背不起来。哎，这样子啊，改唱另外一首世界名曲好了，《人狗情未了》，你有听过吗？人狗情未了 ，My God！ 你没有听过《人狗情未了》？哎，那个 YouTube 的那个流量破200万，谁的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、啊。My God！ 我的歌啦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担心那歌哦，朗朗上口啦，因为就鬼吼鬼叫就好了。哦，那你等一下教我怎么唱 ？OK 啊，好，就一起来鬼吼鬼叫，这次这是麦克风的功能。OK，Go！ 那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从古尔演大？哎、欸，你去隆半边颅。因为我钱不够了，先隆一颗，啊，等到有钱的时候再去弄另外一颗。哦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也有凯能天籁 Q 八。哎呦，厉害啦！我跟你讲，《人狗情未了》是在描述这个马子狗跟有公主病女生的故事。那、啊、这样讲你可能听不太懂，对不对？唱了你就知道。好，准备啦 ，music！ 啊，鸟尾放狗屁！哥哥好心对你说，其实你爱的只是他早晚会下垂的货。动起来，只是你在身边，供他消遣，让他用力折磨。有一天你会清醒，发现自己只是一条忠心的马子狗。Go， 动起来，马子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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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了吧？啊！喊再大声都不会累，声音圆润 ，echo 呢相当的悦耳，而且可以选音场效果。哎，真的真的哈，再跟大家讲一次，你看后面功能齐全哦，你要调音量啊，你要调那个 treble 就是高音啊、低音啊、echo 啊，哦，通通都可以，还可以蓝牙连接，这一支不得了了，凯能天籁 Q8 值得推荐给大家。